亲临现场，大家很关心的目前还是单身贵族女副总统是不是有意加入1314会员网站。哇，我们公司好了不起耶，这几天新闻都炒得好大耶。对啊，我们公司现在强到主播啊、医生啊都加入会员了。主播不会吧，他不是公众人物耶。你不信啊，我播给你看啊。拜托，现在数位时代没有什么都接近好不好，更何况手机透过3G 传输，什么荧画面都可以看啊。用手机看。对啊，你看。Well, 如果你想当我的朋友的话，你必须要先知道我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啊，我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公司里面，所以呢我剩下来的时间就是礼拜天而已。但礼拜天呢，我要去送干洗，我要洗衣服，我要去买东西，我要去见我的家人，所以留下来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。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，我会想要看电影啊，也许是骑马啊，跟我朋友在一起啊，这些应该都是我蛮喜欢的东西吧。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交朋友的话， Feel free to write to me。 哇塞，这不是盖的耶，看到这则个人广告，我觉得我更欣赏这个主播了耶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我们1314.com这个数位科技的优势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朋友，随时随地都可以 promote 自己。拜托，不要再打广告词啦。我们公司让那么多人都找到自己心爱的另一半，连主播都到我们这里交朋友耶，我的真命天子也在里面吗？大家都加入了，连我也加入了。那你加入了没？这么老套的剧情也发生在我身上，他在发什么呆呀？该不会有我喜欢他吧？不过啊，这种感觉还真的蛮爽的耶。快点来开始吧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们公司广告也打太凶了吧，网络上都在播耶。真的？哎，你们现在公司很红哎，这广告播了好几百次了。怎样，有兴趣啊？哎，什么时候加入，让我帮你拍一支短片吧。别谈我，你之前不是也被拍一支短片吗？嗯。哎，怎么样，我们进入到人气排行榜里面啊。哇，蓝云，你看你已经在人气排行榜上面了，光今天有38个人点你的档案。你小声巴啦，我哪有那么受欢迎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，网络上说啊，如果能挤进人气排行榜啊，有80%的人可以交到男朋友，其中还有50%可以结婚。真的？是真的，那我们多点几次。是嘛，这样才有斗志嘛，没进入排行榜又不代表交不到女朋友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新的工作伙伴相处还愉快吗？哦，这次还有一个女的搭档，她叫郝良媛，说来我们还真有缘，在报到第一天啊，就在电梯门口相遇耶。什么？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？跟你说还有更巧的嘞，这个抢我计程车又礼让我坐电梯的这个男的，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他跟我啊是同一天到公司报到的工作同事耶。这样说起来，会工作愉快哦。那还用说，我在他面前啊，是像个好的嘞。
形象好，妹妹，我再跟你说一件巧合，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。什么巧合？他不但和我是一起工作搭档，他也是我们那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未来先生。哦，就是那个，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相信我。嗨，你在后面也帮你找到了哦， 谢谢。怎么样，做事很有效率哈？帮你倒一杯水。谢谢。这段画面我剪的差不多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啊。好可爱哦。发现到世界的纯真跟善良，他们给你的每一个祝福都是那么的真心。我也希望我能够交到真心的朋友。哇，他们好可爱哦。说真的，这一路拍下来，我才发现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可爱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很闷呢？哎，开什么玩笑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？哦，所以有女朋友就要这么拽啊？是啊，我等一下跟我女朋友去吃烛光晚餐呢。哦，你看，现在谁都下班了，我要迟到了，不陪你聊，我走了哦。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相信我。